这样跟踪五星蚂蚁果然不错，计生时间又舒服。哼，早听我的，就不用跟得这么累。不对，这样一定没问题。发动机功率不稳，转向舵也失灵了。我们还是先准备好降落伞吧。看，龙腾岛，博士，我们快降落吧。成功了。我最新发明的全自动导航系统开始搜寻最优路径，启动。这真的是最优路径了。我的金币妈妈。鱼妈妈，你出了这什么破主意啊？我这辈子都不要再坐博士发明的交通工具了。我匆匆，你这样说太让我伤心了。你们要知道，失败是成功之母，所以。是什么？书上说龙腾岛是因为中国的龙舟文化而得名，龙舟就是这里的交通工具。现在龙舟没了，怎么都变成踩高跷了？可能因为引水龟被封印，导致河水干涸，龙舟也无法使用了。这都是黑魔军团干的好事。踩高跷是一门很不好掌握的技能，也许我可以给他们发明一种自动行走的高跷。不是，还是算了吧。好热闹的样子，我们过去瞧瞧。雨萌萌还不起来，要压到什么时候啊？你以为我想压住你啊？我上面的胖子还在睡觉，没见过这么胖的蚂蚁。风小小，你还不快给我起来。开饭啦。饭在哪？饭在这儿呢。我也去参加算了。这还挺热闹，不知道比赛奖品是什么呢？是彩虹碎片。原来冠军奖品就是彩虹碎片。那我们也参加比赛，赢得彩虹碎片吧。我年轻的时候可是踩高跷的健将。听到了吗？是彩虹碎片。那是属于本天才的。要是彩虹碎片能吃就好了。老大，等等我。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，原来彩虹碎片在这儿。比赛准备开始，各就各位。我当年可是高跷健将啊。让开，老头子。是雷震震。雷震震，交给我来收拾。你去拿彩虹碎片。老大，等等我，没吃饭，我跑不动啊。中，看来这场比赛更精彩了。虽然我们是踩高跷比赛。哈凡凡，我是不会输给你的。
没赶紧炸弹。不好，水灵灵，小心！五行召唤。叫你试下神木笔的厉害，妙笔生花。万灵水炮！怎么会这样？这次坏了，看来神木笔并不是那么好掌握的。水灵灵，别管我，你一定要阻止哈凡凡。臭臭炸弹！彩虹碎片是属于邪恶的哈凡凡的。要搭个顺风船吗？龙舟，博士改造龙舟了。有博士没男士，快上来。用这个对付他，哈凡凡！谁叫我？哎呦！局面再度逆转，现在是第二艘龙舟领先。虽然我们是踩高跷比赛，你尝尝我的醉拳飞弹！冠军是属于我的。博士，追上去，不能让哈凡凡得冠军。哈凡凡，我给你带了个礼物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拿开，拿开！飞弹威力很大，这么近我们都会。快拿开，拿开呀！博士，醒醒，马上就要到终点了，醒醒啊！不行，我醉了，醉了就不能驾驶了，很危险的。喂喂，只要向前一点就是冠军了，你们这是？各位观众，两位选手现在在终点前停下来了，看来本次比赛是没有冠军了。冠军诞生了！恭喜你！彩虹碎片，软的，哇，好香啊！奖品是龙腾岛特产的捏面彩虹，真的可以吃啊！水灵灵。水灵灵，我感觉到最后一块彩虹碎片的位置了，就在灵水结界中。老大，这个可好吃了！你这个笨蛋，居然把彩虹碎片吃掉了！老大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没什么好解释的，给我站住！就是那里，灵水结界，最后一块彩虹碎片就在里面。大家扶稳了。
这件小兵就交给我了。不是吗？闪开，看我的无敌风火轮。不是，那不是我们的五星滑板吗？这个五星滑板经过我改造，能穿越任何黑暗结界。这个彩虹碎片交给我吧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博士的破发明始终斗不过我哈凡凡。哈凡凡，你做了什么？灵水结界是灵水锅的泉水自然形成的，只有水属性蚂蚁才能进入，用什么发明也没用。彩虹碎片是属于邪恶的哈凡凡的啦。只有水属性的蚂蚁才能进入，那只有水灵灵。我才不相信哈凡凡的鬼话，看我的烈火流星。别冲动，博士的发明都失效了，证明哈凡凡说的不是假的。那难道要水灵灵单独进去吗？我去吧。我一定会拿到彩虹碎片的，等我的好消息吧。水灵灵，靠你了。快点，我闻到了宝藏的气味。五星蚂蚁，难道碎片就在里面？闪开，五星蚂蚁，要不我就不客气了。你们进不去的，这个结界只能雷震震，你们休想进去拿彩虹碎片。谁也别想拦住本天才。方小小。我懂得，老大。他进去了。这是五星蚂蚁的圈套。等等我。雷震震，风小小。彩虹碎片。凡凡埋伏在此很久了。干得好，乖狗狗。看来我们要先打败这个家伙才能夺回彩虹碎片。可恶，彩虹碎片全都是我的。上。看我巨炮蟾蜍的厉害！嗨，冲击重炮！雨蒙蒙，你没事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邪恶的哈凡凡再次胜利，彩虹碎片全是我的了！别走，
宝贝都是我的。可恶，先收拾你们。冲击重炮，隐形召唤。能怎么抵挡我的连环攻击？投降吧，投降吧！弹药耗尽，重新装填。可恶，该怎么办啊？雨蒙蒙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但是我们必须联手。嘿嘿，这是什么？解除水炮！休想跑！哼，你们逃不掉的，蛤蟆压顶！沈灵灵，蛤蟆压顶，救命啊！救命！我不会水，不会水呀！我们的彩虹碎片呢？交出来！我交出来，我们就走了。别！给你！嘿，救我上去！救我！救我！要是我才不救他，这个坏蛋，应该叫他喝饱水为止。你成功了，我们一起驾驶彩虹碎片吧。做得好，水灵灵，快点过来吧。我马上就。邪恶的哈凡凡不会让你们如愿以偿的。看我最新发明的脚底打滑导弹。风小小，你给我记住啊！老大，这只是个意外。